这乱发钱不会违反纪律吧？这怎么叫乱发钱呢？谁加班了，谁干活多了，多分点钱，咱们这是按劳分配，不犯错误。同志们，那我们就按照邝处长说的来做，电路给我拆了，重新改装。这就需要你们辛苦一下，加加班，按时完工了，这个奖金发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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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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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，干活，干活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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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小邝，我真没想到他们把你给请来了，谢谢了。我们那边不正在接受调查吗？正好有空。我们现在的日子可没您这好过呀。物理所的项目做了一半就停下来了，光违约金我们就赔了好几万。本来这个钱是想上交给所里的，可现在全赔回去了。上次因为这个短路了，把闸都跳了。对，一定得小心。哎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反正我已经把电路的问题全指出来了，交给王勇了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你们怎么那么聪明？哎，这个问题是我想的，嗯，是吧，陈光？哎，对对对，是这样的，那个王勇，哎，过来。走，那咱们继续。好，你怎么回事呢？对，怎么了？你把人叫过来，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那不是想着您要请专家，还得走流程，绝对不能再出错。一定仔细，一定认真。你别说这个小邝，做人还挺地道的啊。我觉得这个应该这样。可不是嘛，咱这项目还是他让给咱的呢。你怎么顺杆往上爬呀？这个项目是我们亲自签下来的吗？周副所长，您不知道，当初石油化工规划院找的是邝处长，邝处长知道咱们知青社开不了工，就为咱着想，他不但主动拒绝了他们，还把咱们推荐给了人家，咱们这才有了这个项目呢。啊？我这个临时工还没准证呢，怎么就搬张大吉了呢？老邝，这也没消息啊。不然咱们把这地儿打扫打扫，反正最近也不用来了。不，姚老师说的对，还没有到最后就没有结束。在所里还没有给我们处分意见的时候，我们每天还是接着来上班。没错，不能轻易就这么关张。哎，你干嘛？只要没有关张，我这个临时工就得干活。坤姐，我觉得邝哥对你的话特别伤心。你说的不到最后一刻就没有结束，他一直记在心上。大家都是朋友嘛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能多鼓励就多鼓励他一下。真好，邝哥真幸福，有这么多人挂念他。你不也张嘴闭嘴邝哥长邝哥短的吗？我就是觉得你跟邝哥特别般配，这么想着就觉得心里酸酸的。哎，我差点都忘了，我们小静已经是大姑娘啦。
你和邝哥呀，都是我最尊敬也最爱的哥哥姐姐。将来我们可千万别。将来怎么？你还要跟我翻脸啊？谁说的？我们绝对不允许为了男人翻脸。说的真俗，那叫莫为须眉，负红颜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不能负，不能负。我们的工程做完了。做完好啊，做完了就可以好好歇歇嘛。不是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，你说这个邝明仇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啊？你说是邝明仇厉害呢，还是他代表的那些说法厉害？要我说呀，还是你最厉害。那邝明仇那么厉害，不也被你害得动弹不了了吗？怎么又是我害的了？我是如实反映情况吗？你到现在还觉得是如实吗？重要通知，重要通知，经上级主管部门调查和批示，认为邝明仇等人在科研市场化方面的探索，为科技领域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，值得借鉴和推广。龙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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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哎，快开呀！急啥呀？太好了，好了，是啊，是啊，好了。科技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境，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，年轻人的勇敢探索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，大家终于可以挺直腰杆，放开手脚，大干一番了。那么，关于这一篇反映我区科技领域改革的报道，中央相关的领导同志看了之后呢，非常重视，并且做了重要的批示，说我们这个实验做得好，啊，是有利于促进我国科技事业发展。那么今天这个《人民日报》上也有相关的报道，希望大家下去好好认真的学习学习。那么这件事既然中央定了调子，所以在这个会上想请大家畅所欲言，看看大家在实际的工作当中还有什么困难，还需要我们政府帮助些什么。田局长，嗯，那我先说两句。好。我们的市场化试验和外国的大企业是有着天壤之别的，他们的企业呢是独立的，而且企业的经营者也是无需考虑别人的看法，而我们呢，这些单位里去闯市场的人呢，都是一些附属部门，他们所做的事情和科研单位里所做的是大相径庭的，这就难免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一定的矛盾，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。能不能让他们成立公司，这样就责权分明，从而呢解除他们的束缚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啊，成立专门的科技公司是啊，可以让他们有更大的空间啊。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那这个办公地点呢？既然我们成立了公司，如果还和原单位的人搅和在一块儿，那不是换汤不换药吗？对，嗯，这是个实际问题啊。我记得在供销社旁边，我们有一栋楼，啊，使用率不是很高。这样，让我们的同志尽快去看一看，把这个楼给腾出来，供他们去办公，好不好？哎，局长，说，那租金怎么算啊？还有个租金问题，租金头两年不收，全免，好不好？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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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江城，你说两句吧，你平时不是最能说吗？田局长，真的现在就有个忙，希望您帮一下。什么事？说吧。让我们俩赶紧走吧。走？哎，为什么呀？这刚聊着，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有几个客户的合同等得太久了，现在这件事情能继续做了，我怕他们跑了呀。孙所长，嗯，这次我是给你惹了不少麻烦。你就说说吧，这思想转变过来没有？我就是要说这事儿嘛。嗯，我回去以后拿着《人民日报》，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说得很清楚。国家允许了，也给我们定性了，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往后躲了。嗯。所以说，我想好了，我希望所里把我的工资停掉。哦。我回到服务社，要和我的员工们同甘共苦。以前我就是这么干的，员工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大家怎么干我就怎么干。哼，我这两年我是退步了，脑袋有点僵化。但是我认识到的这一点，我既然认识了，我就应该做出个样子来，对不对？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嘛，对吧？这就对了嘛。啊，所长，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这次就算是我正式下海了。好，兄弟啊，要多看看邝明冲，多学学邝明冲啊。现在年轻人的思想，可是咱们这些老同志不能比的。你比他稳重，他比你有冲劲。现在咱们所里给你们都成立了公司啊，这以后可就看你们各自的本事了啊。行，以前我这不是有点转不过弯来吗？但是我现在不一样了。如果说以前我在所里打的是阻击战的话，那么只要开办了公司，我一定会打出击战。进入了市场以后，邝明仇石头狼，那我就是了。您就等着瞧吧。啊，好。哎，我呀，刚刚得到一个消息，石科伟要进500台计算机，分配给底下的每个研究所。咱们朝信一定得拿下。500台，这么大量，那不就得搞批文了吗？批文的事情，我觉得不用太担心。据我所知呢，广州那边的政策要比平都的灵活得很多。实在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去广州搞批文嘛。但这也不是办法呀，你们每一次都被批文卡得死死的。哎，我有个办法，可以彻底解决货源的问题。咱们现在给每个单位装的都是进口计算机。废话，国产计算机有那么大量吗？所以说，如果我们能拿到一个进口计算机品牌的总代理权，只要拿到这个总代理，别说500台电脑，我们要多少有多少，彻底解决这个进货的问题。总代理，就是说全国这个牌子的计算机都要从咱们这儿买，是吗？邝处长这个想法厉害呀！确实，你们到处给人家装计算机房，可能一时间生意挺好的，但是说到底就是规划电路、装修房子，跟个装修队差不多。但如果你们一旦拿到外国计算机的总代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嗯。啊！哎呀！走喽！哎，站长，嗯，你还记得陈孝广吗？那个骗子。怎么是骗子呢？当时他不是把钱还给咱们了吗？而且后来我们回平都，还给咱订了3张火车票。有这样的骗子吗？哎呀，即使不是个骗子，也是个二道贩子，提他干嘛？我觉得这个陈孝广有点路子。你不会是想
想从他这儿找总代理的路子吧？哎，让你给猜对了。咱准备准备，咱们再去趟广州。行，明天一早我订票，买三张票。还有谁啊？带上小静，她是广东人，人都熟。没问题啦。爸，赵和也在呢。可不嘛，你这大忙人一个，照顾邝伯伯这事儿不就交给我了吗？那我得谢谢你啊。谢什么呀？应该的嘛，不是。这么忙，你回这边干什么？哦，我明天要去趟广州，可能得去几天，我跟您说一声。广州好地方啊，那边有好多特时髦的东西。是啊，哎爸。你想要什么？我回来给您带。哎呦，我跟老头子要什么？啥也不买。哎，你们去广州干什么？公司不是开业了吗？出于经营角度考虑，我准备拿一个国外计算机品牌的总代理，这样以后进口计算机就方便多了，而且能增加不少效益。哎，这个想法好啊，一劳永逸。哎，你从广州给我带一现在最流行那个蛤蟆镜吧。啊，咱们这边买不着啊。行，没问题。回来了，你怎么来不跟我说一声？等好久了吧？我想来想去，你们这次去广州还是应该顺便去趟香港。我们国家刚刚对外开放，现在很多国外计算机品牌的代理权都设置在香港，你要拿代理权还是得跑一趟。你想一整天就在想这事儿？我着急啊。进去坐吧。我早就想到了，连车票都买好了。明天我和江城、宇文静一块儿去趟广州，看看能不能约到香港的代理商。那你们路上得小心啊，别又像上次那样拍板砖，吓死人了。哟，这事你不说，我差点忘了。要不带一块儿，万一用得着呢？你敢？跟你开玩笑呢。这个你拿着，这是我宿舍的备用钥匙，下次万一你来找我，我不在的话，别在外面等着，进来坐吧。这钥匙都还有谁有啊？就这一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去广州的这几天，我过来给你开开窗子，透透空气，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。不不不，我不是这意思啊。怎么了？有一个免费的老妈子，你还不高兴啊？高兴，高兴。不不不不不。你们潮汐的人都跟风一样，说走就走。你这出趟差带这么多东西啊？嗯，你不回来了？我哪能不回来？我能舍得你吗？我去广州正好可以看看爸爸妈妈，给他们带点东西。行，还算你孝顺。嗯，你去广州可得好好看着你们矿大老板，叫他少喝酒熬夜，也别动不动拿起板砖就往自己头上砸。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替你好好的看着他，有什么问题呢随时向你汇报，可以吗？
我呀，对公司未来的发展，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。娘，临时工刚转正就开始提意见了？不，意见谈不上，就是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还有人员规划有一点小小的建议。那不一个意思吗？我好不容易熬到公司正式成立了，是吧？邝哥，你是老总，你是副经理，那我怎么说也算是创始人三号人物吧，是吧？是，必须是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个人员分工方面，邝哥不用说了，他肯定是掌管大的决策权啊。那江城和我呢？江城，你和我呢负责执行，其中啊，江城主外，我主内。你的意思就是我在外面辛辛苦苦的跑业务，你在家舒舒服服的歇着，是吧？你能说会道啊！你比我能说多了。那我得守着邝哥。不是，我帮着邝哥，处理潮信内部的各种杂物，是吧？不说这个，说那个发展方向的问题呢。我觉得我们要当这个行业的领头羊，我们要走别人不敢做的，先驱者，开拓者。小静是一个有想法又热情的女孩，虽然刚毕业不久，经验不足，但是这个不着急，可以慢慢来。你说的，我一定好好考虑。好，再一个啊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你怎么小没完啊？行，让他们好好说吧。奶，我离开家那么久了啊，陈孝广的事情办完，我想回家看看我爸妈。好，没问题。应该的。来，干杯。邝老板，讲真哈，没有几个人能服我，你是其中一个。我就知道啊，我们之间肯定还是有合作的机会。老陈，这次我们来找你，是来谈大买卖的。说，这次要多少台电脑？我们都知道，你每次拿货都是从香港拿的。我们想让你帮我们打通香港的渠道。什么叫做我们合作打通香港的渠道？我们想拿下 ATG 在内地的代理权。邝老板，你的野心太大了。贪心不足蛇吞象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啊，我们背靠的是计算机技术研究所，我们面对的市场是全国的市场，我们有这个实力，也有这个需求。是，我承认你们是有这个实力，可是你们现在联系不到香港，所以跑到广州这边找到我，让我告诉你们我的进货渠道，你们好去谈什么什么总代理。搞什么呀？啊，我凭什么这样做？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老陈，你也不想一辈子做个二道贩子吧？弄个十几二十台一百台电脑，我们这次来啊，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找你谈的。只要能拿下 ATG 的代理权，我们分你两成股份，而且你还可以拿到最低的价格。市场只要你吃得下，广东全给你。如果你还不满足的话，北方归我，南方全给你。老陈，怎么回事儿？我们今天是不计前嫌，抱着合作的态度来的。好好想想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。你容我想一想啊，毕竟邝老板说的这个事情还是有一定诱惑力的啊，让我想一想。哎呀，让我想一想。来这套，想什么想？不就是个进货渠道吗？还用想？
谁会像我们这样给你让那么大利益空间？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是太给你面子了？什么给面子了？哟，一年不见，脾气有点长啊。怎么着？你还要再拍一次？怎么着？你说怎么着？你是不是欠拍啊？怎么着？哦，你要是说拍，我就跟邝老板把这个戏签了。这太逗了你！我拍又怎么了？这还不简单？拍啊！拍！拍！你同不同意？你先拍。哇！哥，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，郭叔好。哎，下次院里不许骑车啊。哎。吓我一跳。不是怎么着啊，啊，开公司了，牛了是吧？瞧不上我们这吃铁饭碗的人了啊。你这话说的，哎，我们开公司你眼红啊？我眼红什么劲儿啊？我这财务处多好，工作清闲，旱涝保收的。我那意思是有好事儿也把哥们儿给忘了啊。怎么会呢？这不公司刚成立吗？什么都没置办好呢，等置办好了，好事肯定找你，放心啊。别光耍嘴啊！人老邝和江城这回去广州，可答应给我带那个香港最流行那蛤蟆镜。你自己看着办啊！哎，邝处长去广东了，啊？干什么去了？好像是去拿一个什么外国计算机品牌的总代理权吧，具体我也不太清楚。怎么了？总代理权？哎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文件，我回去去取去。哎，晚上再说，晚上再说啊。谁？老陈，表个态吧，我这头都见了血了，够诚意的了吧？杨总啊，你那一板砖比起邝老板差得远哦。是，我知道你们是有这个实力去拿那个总代理。我实话跟你们讲，我唯一的筹码就是这个进货渠道，我给了你们，你们再过河拆桥，我怎么办？小姐，嗯，把合同给他。陈老板，你先看看这份合同。这是我们跟常州所签的一份80台计算机的合同。80台计算机啊，算一单大生意吧。但我们邝哥说了，这单生意我们不做，全部转让给你。这里面包含我们所有赚的利润，不抽一分佣金，全部转让给你，算是我们给你的见面礼。你要是愿意呢，来，这两份合同签上字就行了。高老板，这一笔可是赚的不少哦。我们坚信，只要我们和你老陈合作，打通香港的渠道，拿下 ATG 的总代理，这80台电脑算什么？简直就是芝麻和西瓜的关系。这份合同，只是我们略表一下诚意而已。那如果你跟香港那边那个总代谈不下来，这合同拿不下来也没关系，这份合同照签，我们绝不反悔。
爽快。我们都已经把诚意表到这儿了，如果你还是死咬着那个进口渠道不放，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？再拍砖就轮到你了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我们之间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份合同？这是当然了，我们是正规的公司，正当的买卖，我们怎么可能跟你闹着玩呢？合作愉快。哎，友情提示啊，香港那边那个林志不好对付的，我之前是有跟他讲过，想拿到广东的一个代理，他没有同意。跟他谈不是用板砖就能谈下来的。那还能比你更难谈啊。来，干杯。合作愉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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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重要消息啊？邝明筹和江城去广州搞计算机去了，他们准备拿下一个国外品牌的全国总代理。哦，我分析啊，他们公司做机房，现在在这边已经打出名声了，也就是说他们不愁没有生意做。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货源，因为做机房的单位订单越多，他们所需要的货源量就越大。不是，我让你找邹所长打听的消息你打听了没有？是科委的那500台计算机的消息确切吗？确切确切，所长说了，谁能拿下500台计算机，这个项目就给谁。他是这么说的啊。哦，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就好办了。王勇，我们作为科技公司啊，现在的主要矛盾应该是什么？你回答我。最主要的矛盾，订单吧。如果没有订单，那我们公司也进行不下去啊。不对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现在国家还不能生产自己的计算机，所有的计算机都要从国外进口。那么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，那就是货源。如果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生产出自己的计算机来，到了那时候，我们的主要矛盾，那就是品牌。品牌，周总，你想问题啊，还真是挺深入的，是不是啊？以我对邝明筹的了解，这点他应该也想到了。嗯，要不然他跟江城去广州干嘛呀？对呀，他们这趟去，肯定就是为了打通供货渠道的。又你小子啊！我脑子活络了，你脑子也活络了啊，对不对？不过啊，谁先要走到前头，那就难说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快，要尽快的找到邹所长。找所长干嘛？我们是研究所下属的公司，一切要走组织流程。这拿全国总代理还要走组织流程？对呀，我会马上给上级打一个申请报告。嗯，这样吧，你得准备一下，弄不好这几天你可能得跑一趟香港。陈秀广不会是在耍花活吧？这个人真的是他的进货渠道？没问题，这事我们都查过了。其实呢特别简单，以前国内有些部门在香港成立了一批贸易公司，由香港的本地人来打理。这些公司呢是在香港注册的商业公司，但同时又是我们国家的国有公司。这些公司的商品从国外到国内不算进口，不需要批文，可以直接用人民币来结算。哟，这人这么神呢？嗯，到底是个什么人？这个人呢叫林志，公司啊在香港新建，是 ATG 电脑公司在亚洲的总代理。我已经给平都打过电话了，经朋友核实，这个消息真实可信。香港？对啊，还得去趟香港。嗯。老陈呢，一直想拿下 ATG 的内地总代理，可我没有给他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那究竟为什么？这么说吧，商有商道，老陈的能力再强，他还有背景，跟他做生意，我心里能踏实吗？所以啊，林总，您看，您需要的是背景，那我们有的就是背景。计算机所背后是国家，我们背靠国家，那和我们合作岂不是最踏实了？就因为这一点，我跟你们做生意，我才心里踏实吗？那我们什么时候签合同？下周，下周我亲自去趟平都，咱们在平都签合同。好，咱们平都见。来，车买好了没有？都已经好了。先送邝总他们回去休息。好的。好，再见。合作愉快。嗯，再见。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这边请。先生，这边请。林先生，您是林志先生吗？姓我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计算机研究所下属的惊奇科技公司的副总。我叫王勇，很高兴认识您。啊，你们也系计算机研究所的？对。跟那个邝先生是一起的？啊，不，我们不是一家，我们公司才是计算机研究所下属的正规公司。哦，你是怎么找到这来的？我们是通过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介绍，然后打电话到您公司，您公司的人说今天晚上您在这里有应酬，所以我就比较冒昧的直接过来了。我今天来呢是想代表公司和您商谈一下关于 ATG 电脑代理的事情。你们也一起来谈 ATG 电脑的内地总代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跟邝先生他们、我知道您可能跟邝先生已经就相关的事宜进行了商谈，但是我敢保证我们公司比他们更有优势。杨老师，走吧。不是，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还坐着？走吧。行了，收了吧。收了约好的三点吗？还是早点去吧，万一飞机早到站呢？啊，如果我们不把人家接下来，再让飞机把他拉回去，那不得项目不就泡汤了吗？这啊，小顾备车。好的，好，走走走。这就行了。行，好，好。飞机落机这么久了，怎么人还没出来？哎呀，可能是行李多吧，耽误点功夫，等会儿呗。哎呀，这边建得不错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他们怎么在一起啊？走走，哎，哎，那个林志先生，你可算出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已经跟田局长约好了，咱们回头联系。哎，林先生，咱们走吧。啊，哎，不行，我们也走。田局长，田局长，走走走走。哎，丁梅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走走走走走，先别管他们了。糟了，被截胡了。哎，老邝。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搞清楚了。哎呀，周定伟是拼了命了。他一方面找个邹所长，让计算机所开了一封介绍信，证明他这个公司是血脉纯正的研究所的血缘。另外呢，他又找了田局长，让他告诉林志，他周定伟是田局长的得意门生。这一下就把林志拿下了。现在他坚信惊奇比咱们更有优势。没想到这周定伟一旦拿出雷厉风行的作风，还挺难对付的。那你想过没有，咱们去香港找林志谈代理的事儿，周定北和王勇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怀疑这里面比下猜，下有下路，泄有泄露，咱们不能永远指望着对手比我们慢一步。而且现在我们要想的应该是
周定北既然已经拿到了代理权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小匡，怎么着？找我来要兴师问罪了是吧？嗯，我觉得这事儿吧，有些不妥。嗨，闯市场嘛，就没有什么妥与不妥。小匡，我觉得你也应该解放解放思想了，对不对？别的不说，咱们毕竟是系出同门吧。是。这个灵智也是您从我们这儿撬走的，总得给我们点补偿吧。小匡，说句实话，我真不知道你们也接触了灵智了。其实我最初的想法很简单，你们是承接机房的项目，每次购买计算机都要跑到广州去拿货。那我就想了，我要是把计算机品牌的代理拿下来的话，帮你们一把，到时候我货源充足，你们要多少我给多少，这也是急人所难嘛。